乡亲们，过去我们贫苦工农没有吃没有穿，受压迫受剥削，但今天我们当家做了主人，自己掌了权，日子会越来越好，让我们万众一心一起奋斗吧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今天来到这儿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是村里的主人，人人平等，打这以后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地种，都有自己的粮食收了，另外我们还带来了很多种子，还有很多士兵们帮助大家耕种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。另外我们还在舞台的左侧还设立了一个征兵处，也希望所有的村民们都愿意加入我们队伍的就积极报名，只要你有壮志报国的理想，只要你心中想帮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，都可以加入我们人民解放军，踊跃报名，积极报名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就踊跃报名，积极报名吧。我报名，我报名，我去。好，好。徐叔，你告诉马自忠，没事多提醒提醒老爷子当兵入伍的事儿。对，都积极报名啊。那个小群子，那能报名？小群子，咱俩当兵去呗。咱岁数不够啊，试试呗。试啥？这演节目呢。大家伙说，楚团长讲的好不好啊？好。从此以后啊，咱老百姓就站起来了。接下来咱节目就开始，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主持人。尊敬的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尊敬的解放军战士们，今天是灿烂的，因为有阳光。今天是辉煌的，因为有军中奏响的乐章。接下来请欣赏二婶子带来的合唱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请听大合唱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预备唱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共产党他辛劳为民族，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，他指点了人民解放的道路，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，他坚持抗战八年多，他改善了人民生活，坚持以后人民利他，实现了民族好处多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一二三四，好，加油！就算起步，走！二婶子们唱的可真好，下面的节目更不得了。怎么更不得了呢？看了你就知道了。下面由解放军战士为我们带来表演快板《祖国赞》。
哎，说的是7月1日不平凡，开天辟地大事变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，党的光芒照四方。好，哎哎，香港这里边出政权，革命胜利需武装，南昌打响第一枪，人民军队美名扬。好，万水千山洗玉皇，党的武装不可忘，红旗高举长征路，革命信念斗志昂，斗志昂。好，下面请欣赏更好看的节目《斗地主》。快点走，快点上，上去，快点走，你快点，快走。哎呀，快点吧！哎，跪下，跪跪跪！按照日记本上写的，到了斗地主这个环节，朱爷爷就应该去征兵处报名了。这看着也没动静啊！你别着急呀，这不是刚演吗？等一等，那啥事不一定都得按日记本上一模一样的来。有请老爷！老爷，老爷！来了，来了！老爷，你慢点，老爷。没事。老爷，台阶。看到了。哎呀！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凳子啊，老爷。哎，哎呀，哎，老爷。今天是收租的日子，对。租子收上来了吗？禀老爷，基本上都收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就唯独这个老朱家，他迟迟不交啊！啊，气死我！因为何事？说最近这家里吃紧，求咱们再宽限几天。完了还说有难处，放肆！对。他有难处，我有规矩。老爷您别生气，不行咱们就再宽限他几天，反正咱们的粮仓都已经装满了，你收上来咱也装不下了。装不下也得装。好啊，不收也可以。哼，把人给我交上来。人抓来了。哪儿呢？这儿。老爷在这儿呢。这儿。来了，对老爷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哎，装的好可怜呐！拉倒吧，你什么情况？东家，今年这地里头欠收的厉害，一亩地也就收那么几十斤粮食，实在是没有粮食交了，再宽限我一年，过年丰收了我多交。不行，不行，你破我规矩，啊！不交可以，对，不是不行，嗯，但是，但是，我就纳你为妻。不要啊，老爷。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呢。什么？他吃？山庄里还能演出，这不错呀！啊，拍两张照片，这个项目搞得挺好。行，咱过去看一看。戏演的不错。你们都进来了？不是，我们吧买票玩里，我们统一旅游团。保安干啥呢？谁把游客放进来的？这不砸了吗？徐叔，你赶紧控制一下场面，让大伙儿是吃饭还是啥的，把老爷子围上。千万别让他看见啊！好，好，好！你这咋没拦住啊？我没别的意思，看看就挺好的。那个，大家伙都听我说，都听我说啊！今天的演出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哪天再演呢，再通知大家。到饭点了，都吃饭去吧。您这事儿，你们上钱了。大家演的非常好。赶紧撤撤撤撤撤撤！好，不演了。没事，一会儿再给你们解释。咱们别着急，听着没有？我跟你讲，这是。还怎么不演了？这咋整啊？
节目我也看了，但是现在大家吧就嘻嘻哈哈，像开玩笑一样对待这个事情，咱们得认真点，要不然这不可能信呢。小盛书记，你看看要不行把他们分成几组重新排练一下，让他们认真对待这个事儿，按照现日记里面写的恢复当年的军民大联欢，让朱大爷在这个环节入伍。是，要是不在这个时候入伍，那后面的计划都没有办法进行了。对对对，小猫，你回去一定要叮嘱广坤叔和皮校长，这斗地主这个环节是最重要的，千万要重视。好，你放心吧，小双书记，回去我就给他们排练，这个节目我抓了。那这样，我现在去通知他们今天晚上开会。走，咱们去，赶紧过去看。这事整的，节目演的好好的，来了一伙人，这伙人什么人这是？他是这伙人，他是咋的呢？你不听那个老侃叔不说了吗？说那个到点吃饭了，那可能是人军人也饿，人是这伙人来个送饭来了。但咱不说那个，小群呐，你说你不也看上那征兵处了吗？那咱村那多少人都踊跃去报名去了，你咋不去呢？年龄不够啊，你去还行。那咱俩都一边大，我去咋能行呢？你长得老啊。你吃点啥吧。那个，你问问村长，那节目还演不演了？行，我给你整俩鸡子儿，完我给你问。别整鸡子啊，鸡子还留着孵小鸡呢，给我整个大饼子行吗？啊，我给你整个手抓饼。完的，手抓饼。不是，那啥呀？我看你就像没睡醒似的，你再睡一会儿，完我给你整点吃的，我给你问问还有演出没，行吗？嗯，你睡会儿吧，啊。你说排练之前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啊？我说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，特别的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完成，认真对待，端着我们的态度。因为这位老英雄为国家做过贡献，失去记忆来到象牙山，我们象牙山人为了帮老爷子恢复记忆，才搞了这么一台节目叫军民大联欢，为的是帮助老爷能恢复记忆。你们怎么演的？一个一个演的那玩意都什么玩意呢？都是啊，象牙山是一个文明村呢，你们这么做这不给象牙山丢脸吗？最可气的，我从头忙到尾，我连场都没上去，什么玩意儿这都是。那你自己选的角色。你别说话了，不行，长山我还演地主，管他好赖我还能露个脸呢，你这我这不白忙活了吗？广坤叔，你呀，你别埋怨，是不？实际上我们非常认真，这个事儿我认为出现在谁身上呢？李文才他媳妇儿我婶身上，他不吃下笑了，你说这戏咋演呢？你说，大哥你还好意思说呢？你看你说这话他们都乐了，有戏吗？那么那戏就过了。他媳妇平常看李文才他就低头天天写字，根本都看不着脸。你瞅你领他一看，你那小眼珠锃亮直放光，他能不乐吗？那他长山，你说爹你先消消气儿啊，咱们今天呢确实演失败了，今天演出现场的事故我负主要责任，保安那块没看住，如果演出顺利的往下进行，说不准朱爷爷真就决定去当兵了。今天让大家都过来，其实也想在一起商量商量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我觉得保安的问题吧好解决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打动老爷子的内心，让他去征兵处报名。我问一下啊，是不是咱们这个节目得继续往下演？那得继续往下演呢，他要不在这个环节当兵，以后的计划全白费了。那么好，那我就阐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，为什么朱爷爷他没站起来说他要当兵？肯定就是咱们演出的节目跟当时个年代不符，或者是呢咱们对当时个年代理解的不深刻。我个人建议咱们大家呢去收集一下当年那个年代的资料，然后大家学习，用咱们这种真心真意去表演，这样肯定会打动朱爷爷。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时间紧任务重啊，你这连夜就得整。那对，大家连夜就学呗。学习是一方面，我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啥呢？这朱大爷是不是对他的身世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？你想，他日记上写着是父亲欠地主账，啊，地主呢要纳他母亲为小妾，结果他母亲自杀，
就是这些情节他是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如果他要是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我觉得我有必要以一个老砍叔的身份跟他俩聊聊，再渗透一下他身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辛苦你们了。啊，是，这个时候别说这些，抓紧时间吧，走。好了，我给你去查资料。行行行，好。朱爷爷是在咱们这个小品这个节目触动下去这个报名处当的兵。是，有游客呢来把咱这个搅了一下，但是就是游客不来，我觉得咱演的也有问题啊。不是说关你这个纳你为妾，蔡叔，来就说你，人家地主说了要纳你媳妇儿为妾，你无动于衷，完我看伸手还把李婶往前推一下，这是你当时咋想的呢？苍山，那你误会我了，我都老认真演了，不瞒你说，我拿她就当自己家媳妇那么演了。她一说拿她为妾，她笑了，我一看她笑了不行，我就掐她一下子。你那是掐吗？我都看清楚，你到那就划了一下子。广坤，就你啊，也还划，我划了她干，我那不就掐一下吗？咋，我眼睛不好使，我看得不清楚啊。你那就在那侮辱我呢，真的。什么叫侮辱？这你就告诉我划了一下子，那一气应了，给整么刺弄了，那都能不乐吗？你看这不没上一场吗？这不就？我觉得是这样。现在呢，这个小品呢演成这样，可能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理解不够充分。比如说蔡叔，你演的是佃户，地主怎么剥削佃户呢？可能我们就不知道那时候的事儿，所以进不去人物。对，爹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咱也先别排练了，我呢搁这儿给普及一下知识。我同意，要不然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。我说实话，就他们几个演的还行，这几个狗腿子。哎呀，打手，我们是打手，人家农民都那么叫过去，说这是狗腿子。你们几个演的还行啊，嗯，就保持住。你跟他们讲去吧。行，那这样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因为那李婶在那边排练那大合唱呢，没过来，完我单独再跟他说。我从哪儿讲起呢？从这个清朝末年，溥仪呀、啊、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，他呢。你怎么还整清朝去了呢？那你搁原始社会讲呗，没那么多时间了，咱就说当下，当下明白不？我先往前倒一咕噜嘛，我怕大家接不上。你倒这一咕噜，他就得听一宿，那都得困倒了。老远了。那行，那我就说这场演出啊，这场演出啊是发生在1949年的11月11号，啊，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，正好是1个月零10天。对，说在建国之前呢，土地基本啊全集中在某些地主手里，就是垄断。然后呢，老百姓啊他没有地种，就得到人那去租，所以呢受尽了压迫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，是共产党，哎，把这个土地重新又分给了农民。